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速证无生无漏已尽无福烦恼待得己力尽诸无解这个与大比丘众和这些大比丘众和万二千人怎么多这是啊说这个数皆是恶罗汉这是啊叹得叹呢就是赞叹的叹德就是道德的德就是赞叹呢、啊、这恶罗汉的道德皆是恶罗汉皆当个全字讲就全是恶罗汉恶罗汉是梵语也是和那个比丘啊一个样有三种的意思比丘就是恶罗汉的因恶罗汉就是比丘的果在因中做比丘修正果了恶罗汉在因中是骑士就去啊要饭去在国上呢就是应供就应供这个应供啊是应人间的人和天上的人来供养所以呀、啊、就应供也就是啊人间的人和天上的人应当啊供养的所以叫应供那么也叫供应咱们叫供应呢应当去供养其他的比丘也应当怎么讲呢在佛住世的时候啊一切的比丘啊一切的人呢啊都要供佛佛呀、啊、有一次就变成一个道人修道的人又去转供啊这个比丘转供养一切比丘所以啊这样就叫供应第一个意思叫应供第二个意思叫什么呢叫杀贼杀什么贼呢杀这个无名贼杀这个烦恼贼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贼这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贼也要正果到恶罗汉的这程度上啊恶罗汉就把他们都杀杀贼那么是贼要杀
不是贼呢，杀不杀呢？也杀，不单杀贼，而且杀不贼，不贼也杀，所以这叫杀贼。怎么不贼也要杀呢？在这个小乘啊，声闻缘觉，这认为是不贼呀。到菩萨的境界上，这还是贼，所以呀、啊，这个在罗汉说来不是贼呀、啊，但是在佛在菩萨的境界上啊，这还是贼，所以也叫也杀不贼，杀贼，还有一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叫。无声，没有声，也没有灭，正道四果恶罗汉，是故无声法忍。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不见有一点点法能生，也不见有一点点法会灭。这种境界呢，说说不出来，讲也讲不出来，只可忍受于心，所以呀、啊，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这第三个意思是无生。那么罗汉有四个阶级，有初果恶罗汉、二果恶罗汉、三果恶罗汉、四果恶罗汉。初果，它又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须陀洹。初果须陀洹，这须陀洹果是罗汉的一个初步，征得这个初果的罗汉，生死还没有了。这叫啊，见到位，看见的这个见，见到位，这出果，第一个果位。这个须陀洹呢是梵语，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叫入流。怎么入流呢？就入生人的法性流，逆凡夫的六尘流了。这六尘是什么呢？就是色尘、香尘、声尘、味尘、色声香味触尘啊，和这个法尘。色声香味触法，这叫六尘。这个证了初果的人，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他就有一种定力。定力怎么样子呢？啊，这个色。你不能摇动他的心，你无论是没色是不没色，是啊，再好的这个没色当前，他也不动心的。所以对于色尘他不摇动，不入这个色尘。生尘呢，在一般人啊，欢喜听唱歌呀、啊，听音药啊，
听好的音声啊，正出我阿罗汉的人，善声、恶声、好声、坏声啊，是声、非声啊，无论你什么声音，它也不摇动了，也不为这个生尘所转，而能转这个生尘，它能把这个生尘转变过来。香，香尘，有的人欢喜闻一股香味，见着香味他就欢喜了，遇到臭味就不欢喜了，这都叫被这个香尘所转了。你有一个欢喜，有一个不欢喜，这就啊有了爱憎心，有了爱憎心，这就被这个香尘所摇动。舌长味啊，这个味道啊，吃的好的滋味就欢喜吃多一点，不好的滋味就不欢喜吃，这又被微尘所转。正到出果的阿罗汉，不为这个香尘和微尘所转啊，不能转动他的心。处，我们一般人啊，都贪图这个处尘，乃至于男女这种情爱，都是啊，对这个处尘没有看破。所以呀、啊，以自己的身体就要接触另外的这种处，所以呀、啊，这是没能转这个处尘。阿罗汉呢，正到出果的阿罗汉，就对这个处尘，他不为他所摇动，也不贪这个美好，也不贪华丽啊。对这个处尘不为所摇动。第六就是法尘，这个法呀，种种的法，你要有所执着，这也是尘。所以阿罗汉对这个法尘也不着住，这是出果的阿罗汉有这种的境界。说是啊，啊，某某人证了果了，得了道了，开了悟了，你试一试他，给他做一样最好吃的一种东西，再做一种啊最不好吃的那个东西啊，你看他选择哪一种吃。不过你不要被他知道，你要被他知道，他知道你是试验他，当然他啊，娇柔造作，就欢喜吃那个不好吃的东西。那么这个他欢喜吃不好吃的东西，这也是被这个香尘所转啊，味尘所转了。为什么呢？他欢喜啊吃好东西，他知道你是试验他，他就故意吃这个不好吃的东西。就是叫娇柔造作，这样就是娇柔造作呢，就是一种啊假面具，不是真的。那么他要不为这个香尘和味尘所转呢，他没有什么选择，吃好的坏的一起吃啊，
吃一点好的，也吃一点坏的，那么没有分别。你这证明啊，这个修行人呢是有点功夫，但是一定说是啊证了出果，这还看不到啊。证出果的圣人呢，那是有证据的，不是随便的，谁都可以说我证了果了，我开了悟了啊，不是，不可以的，要出果。二果的恶罗汉呢叫出果须陀洹，二果四陀含，四陀含呢这个证了二果恶罗汉呢，如果不向前再去修去呢，还要依来天上依生人间，这二果叫依来果啊，出果呢还要受七番的生死，二果呢是不依来，依来果等二果，二果叫四陀含，四陀含呢是梵语，翻到中文呢就叫依来，这依生天上依来人间啊，这叫依来果。三果，三果叫恶罗含果，恶罗含也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就叫不来，就不再受生死了，这三果恶罗汉。初果叫见到位，二果三果叫修道位，这还要修呢。四果恶罗汉这叫无晓位，无晓啊就是不需要再晓写了，无晓了，无晓正到无晓位，这是啊生死是了了。什么生死了了呢？这个分段的生死了了，可是啊这个变异生死他还没有了。这有两种的死，一种就是分段生死，一种就是变异生死。分段就是啊，什么叫分段生死呢？就是啊我们这个身体呀、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啊，每一份都有它的段落，就是这个身体呀、啊、这叫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呢就是在你的心念里边呢啊，前念灭后念生，后念灭后念又生，这生灭生灭变异生死。这恶罗汉呢这个变异的生死还没有了啊，要到达菩萨的境界上，菩萨的地位上，所以啊这个变异生死才会了的。那么这是啊这个恶罗汉大概的意思是这样。正到四果恶罗汉，他的神通变化就有一种不可思议微妙难言的境界，他所有的神通和外道的神通是完全不同的，他有五眼有六通，他可以拥身虚空啊，这么一跳就跳到虚空里头，
在空虚空里边什么东西也没有，它可以站到虚空里，又可以在虚空里走路。在虚空里走路，在虚空里它可以呀、打跟斗，头向下，脚向上啊，他的身上面可以出火，下边可以出水，身上面出水，身下边又出火，飞腾变化。那么总的名称呢，有18种，有十八变，在虚空里头它可以有18变。因为它有神通的关系，所以在佛教里它就列入这个四圣之内。四圣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这个四法界的四圣。以前有一个罗汉，他收了一个徒弟，他带着他徒弟呀、去走路。他这个徒弟呀、走路上啊背着这个衣单行李，就想啊，行菩萨道是最妙是最好的，我一定要发心行菩萨道，来呀、帮助一切众生。徒弟这样想，这个罗汉呢就知道说啊，他现在发菩萨心了，我现在是个罗汉，我应该呀负担呢这个行李，背着行李走了，叫他啊减轻他的负担，知道吧？就像这个徒弟把这个衣单呢，就所拿的东西啊，说你交给我了，我来背着这个衣单了，背着这个东西，这个徒弟就交给师傅了，交给师傅走了走，就想啊，舍利弗，行菩萨道。就遇到有人向他来画眼睛，画了左眼，又说不对，原来是右眼啊，这菩萨道啊是不容易行的，我都不要行菩萨道啊，也修这个罗汉这种法呀、自己就帮助自己好了，不管了。他这个师傅这个罗汉一看啊、他又本来他回小向大，现在呢他又回大向小了啊，又开倒车了，向后转了啊，于是乎说啊，这个东西还要你背着了啊，你我不能拿着这个东西了。他徒弟呀就接过来背着走走啊啊，他这个菩萨心又发起了，又回小向大了。这个罗汉啊又和他要衣单，我这个徒弟就说啊，你等啊又要背，等一等你又交给我，现在你又要拿回去，你为什么你这样子，你不怕麻烦吗？我背着好好的你又要啊。这个罗汉就说啊，你呀走路你先呢发了菩萨心，回小向大，所以这个衣单的东西我是个行罗汉法的，我应该自己拿着。那么等一等，你又回大向小了，又要啊
修这个菩不修不行菩萨道了，又要修罗汉法，所以我把这个衣单又应该啊交给你。现在你又发了大心，我又应该呀、啊、我来负担这个衣单。这个徒弟一听，哦，这个师傅真是有点来历。于是乎啊，就发菩萨心，行菩萨道了。这个罗汉呢、啊、他是有神通，有神通啊，他这种神通啊是无入而不自得也。在恶难呢、啊、劫济经藏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啊这个漏尽通，没有证的四果，没有证四果，在劫济经藏的人呢，大家开会先要讲明了，都要证得四果恶罗汉才可以参加这个劫济经藏的法会啊。所以恶难证的三果上没有证到四果，人家就把他放到门外边，不准他进来。他就着急了，啊，这怎么办呢？所有佛所说的这个经典我都记得，现在我没有证得四果恶罗汉，也不能参加这个劫济经藏的法会啊，这怎么办呢？就着急了。在这一着急的时间呢，但是不是发脾气，着急呀，啊，着急急得不得了。这一着急的时候，哦，证了四果恶罗汉了。恶难呢，证了四果恶罗汉，就对大家说讲，说我现在证了四果了，你可以开开门叫我进来了。这些个大恶罗汉在里边说，啊，你证了四果恶罗汉，何必又开门才能进得来呢？你在那个所施的那个窟窿里就钻进来了吗？他们管这样一说，他说，哦，我是可以进去的，不要开门就可以进去。于是乎就进到门里来了啊。你看这个不要正恶罗汉的人呢，他要进来不要开门的，又要开门才可以进得来呀。他说他正恶罗汉，那你就证明他是讲大话，是说假话，答妄语啊。所以这个恶难劫济经藏啊的时候，被人家关到门外边一次，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恶罗汉呢、啊、哎，证得四果恶罗汉才能啊诸漏已尽啊。诸漏，这诸漏啊不是一种漏，有多少种呢？啊，多少种，往多了说有84000种。有84000烦恼，就有84000的漏。那个烦恼就是漏，你愿意生烦恼吗？那就是向下漏呢。漏到什么地方去？漏到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边来。所有一切的毛病都叫漏，所有你的这种欲心，这都叫漏。你欢喜吃好东西，这是漏；你欢喜听好声音，这是漏；你欢喜住好房子，这是漏；你欢喜
睡一个好床铺，这是漏。你所愿意的，你所贪的，这都叫漏。你所放不下的，这都叫漏。你看这有多少，你放不下的东西有多少，这些个漏就好像啊，在一个瓶子里头，底下有个窟窿，你装水装多少漏多少啊，装多少漏多少啊，你这个功德不能存住的。你做了什么功德，多了一点功德，它就漏了一点，就漏出去。你做多少漏多少啊，存保持不住。咱们这个人的身体，这叫有漏的身体啊，眼睛也是漏，耳朵也是漏，鼻子也是漏，头也是漏啊，大小便利这都叫漏。你心里头打妄想，这都叫漏。这个诸漏，诸漏是太多了，数不尽那么多，总且来说八万四千呢，哎，那不止八万四千那么多呢。这诸漏，诸漏就是所有你大的习气，小的习气，大的毛病，小的毛病，一切的怪习气、坏习气、习气啊，这都叫漏啊。再说前进一点，你欢喜抽烟，这是漏；欢喜喝酒，这是漏啊；欢喜赌钱，这是漏；欢喜去找女人，这是漏啊；女人欢喜找男人，这一样也是漏。不是说男人有漏啊，女人就不算，女人漏的更多啊。再说明显一点啊，你保持不住你的精气神，这都叫漏，这漏了。女人到每一个月就有她的月信来，这也叫漏。男女这个根不能停止，这个淫欲心，这叫最大的漏。所以呀、啊，这个漏是太多了。可是这个恶罗汉呢，诸漏已尽，尽就是了了，没有了。这个已尽呢，并不是说漏尽了，而是没有漏了啊。所以呀、啊、你要看经文呢，要特别清楚这个地方，不是说啊漏没有了，这个叫尽了啊，东西漏尽了，没了，这叫漏尽。不是的，根本就没有漏了，根本就不漏了，这叫漏尽。不漏了，没有漏了啊，这才叫漏尽。所谓那个漏尽通啊，这个正的四果阿罗汉呢，才能这个得到漏尽通。你没有正到四果阿罗汉呢，是得不到漏尽通。这个漏尽通，漏尽通呢，就是诸漏已尽了。现在这些个一万二千这大恶罗汉、大比丘众啊，都是诸漏已尽了，没有一点毛病了。这些个都是圣人了。无福烦恼太得体力进步流解，心得自在。这一些个大恶罗汉、大比
丘，一静得到漏尽通，因为得到漏尽通，所以就没有烦恼了。如果不得到漏尽通，这个烦恼还会有的。所以说无福，无福啊，就是不会再有烦恼了。他呀，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了，他生死得了了，所以没有烦恼。那么这个烦恼啊，究竟有多少呢？总体来说有84000种这么多的烦恼。那么84000种烦恼啊，这是太多了，咱们再把它收回来，总体来就是一个无明。这一些个烦恼都是从这无明生出来的。那么无明啊，生出来的烦恼啊，在有三种的烦恼是什么呢？这个三种的烦恼又叫三毒，三种的毒药。这三种的毒药把俺们所有的人的佛性都给盖住，俺们由无始到现在，所以没有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三种的烦恼，有这三毒。这三毒啊，把们毒的醉生梦死，总也不能返本还原，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这三毒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贪，第二就是嗔，第三就是痴。讲起这个贪心来，是贪而无厌，无论什么都希望多一点，希望把人家的物质贪为己有。这个贪呢，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贪，在国家就有国家的贪，在个人就有个人的贪。在国家啊，这些个当政的人总想啊吞并其他的国家作为自己的土地啊，这是国家的贪。个人的贪啊，贪一切的财产，一间房子不够就想买两间，两间不够又想买三间，三间又不够又想造一个摩天大厦，精奇好逸，总想胜过其他的人。
你看啊，我呀，所有的财产比任何人都多，可是啊，比任何人的都多，但是这个生命也没有保持得住。你钱再多，也不能啊把这个生死停止了。买像个阎王爷啊，去行一点贿赂，使令你永远都不死，不可能。那么这个贪心啊，把人呢毒的，本来很聪明的人变成糊涂，本来是一个好人，把这个贪毒啊给毒的，也就走到那个坏的路上去，是贪。嗔，这个嗔心也不容易把它改了。星星之火烧去功德之林，啊，千日打柴一火焚。你这个人做功德，做的很大的功德，可是你有的时候啊，一发起脾气来，把你这功德就给烧了去了。这个你怎么叫供养三宝呢？你面上没有一种嗔恨的心，这就是供养三宝。所谓面上无嗔，供养具就。你对佛呀欢欢喜喜的，这也就等于你供养佛了。你要供养佛，供养三宝啊，把面孔板起来，发很大的脾气，就你供佛呀，这个再好的供养佛呀，也不会高兴。为什么呢？你这个发脾气来供养佛，所以佛是不会接受的。口里无尘，吐妙香。这口里头啊，你要没有嗔恨的这个言语，就是不骂人，这就等于啊，有一股香气。心里无尘是珍宝，这个心里再没有嗔恨心，这才是真正的宝贝。这个嗔心讲起来是很不容易啊，把它降服。那个金刚经常说降服其心，也就是降服啊这个烦恼，也就是降服这个妄想嗔。那么嗔和贪就很容易啊人都犯，但是啊也很容易发酵的。唯独这个痴心就是在里边的啊，不容易露出来。痴就是愚痴，愚痴就是认理不清，认一切的事理不清楚，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讲黑做白是讲白做黑。这种痴心的人，我常常讲了好几次啊，他有一种妄想心。妄想什么呢？他想啊，
豪华常令朝朝艳，这花开花谢是万物的一种自然的生命一种道理。他欢喜这个花，他就想，哦，这个花呀要天天都开着这么鲜艳，开得这么美满，说多好呢，我天天都可以看着花，明月何妨夜夜圆。他想啊，这个明月欢喜赏月啊，这个月光啊，八月十五这个月光圆了有这么亮，你说要是每天晚间都有这么圆的月光，都有这么光明的月亮，这有多好，我每一天晚间我可以赏月啊，怎么到时候这个月它又不圆了，也没有光明了啊，真是讨厌。可是你说怎么样啊，欢喜赏月的人愿意这个月光是圆的是亮的，那个做偷东西的人呢，他的心里就不同了，他就想啊，我今天呢想去偷东西去，可惜这个月光这么亮，令我呀也没有地方躲藏，他也认为是讨厌的啊，他想呢，这黑没有月光，那么欢喜赏月的人呢，就欢喜月光，这是这个月。好喝酒的人呢，就想了啊，现在我喝酒就要用钱来买，买酒了也。有钱才可以买醉，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江河湖海所有的水那都变成酒啊，那可就方便了，我也不用钱，想喝的时候到那儿取来就饮就可以喝，这也是一个愚痴的妄想。这贪财的人呢，要做工去赚钱，他觉得会很辛苦才能赚了钱。他说啊，这天地生所生的这个树啊，这个树每一个树的树叶子都可以作为啊天然的钱，我如果用钱的时候就到那儿去，到树上去摘去，这有多方便，这也是一种愚痴的想法，根本就没有啊可能这些个问题，不可能。但是他要这样想，我以前也讲过啊，好像没有读过书的人呢就想得到博士的学位，没有种田的人呢到时候就想收谷啊，这也是一种愚痴的行为。你也没有修行啊就想要成佛，这是愚痴到极点啊。你也没有连修行皈依三宝都没有经过这种手续就想成佛，那岂有此理。这就是啊每一个人这三毒啊，他们呢三个把每一个人呢都支配的
颠颠倒倒，糊里糊涂的，脑筋也不清楚。那智慧也都不现前。那么怎么样子才可以呢？就要不生贪心，不生嗔心，不生痴心，要熄灭这个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谈到这个戒定慧，什么又叫戒，什么叫做慧，什么又叫定。这个戒就是止恶防非，就是治你的贪心，贪心就会生出一种恶念，去贪不应得的这种的财物。为什么生出这种的贪心？就因为不懂这个戒，这个戒就是止恶防非，叫你知足知止，不要妄贪，这是戒。你知道手持这个戒律，就把贪心给打败了，战胜了这个贪心。定就是要有定力，你要没有定力，就会有嗔心，看人也不对，看事也不对，有什么事也认为不对，所有的一切人都看得不对，也没有人也没有事，自己看自己也不对，自己对自己呀就发起脾气啊，甚至于像某某人呢，自己对自己呀发脾气还不算，自己呀就打自己，左一个嘴巴打这个啊，他自己想了，哦，这边这个嘴巴 也要打一下，估计他就会吃醋了啊，吃醋。什么叫吃醋呢？这是啊，中国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公案。怎么有趣的公案呢？就是啊，在清朝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呢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怎么样呢？最怕老婆，就怕老婆啊，怕他太太，怕得很厉害的。怎么样厉害法呢？晚间呢回去一晚了，他就叫他在床前跪着。他本来去做大臣呢，见了皇帝呀、就要叩头跪着见皇帝啊，回去晚了要跪他，跪他太太啊，他太太什么时候啊说你起来了啊，这他才敢起来，要不下这个圣旨啊，不讲这一句话，始终不准他起来的。那所以呀、他和这个皇帝非常之好的，非常之好，这个大臣。于是乎就告诉这个皇帝，皇帝也说我有法子啊，我可以治你的太太，以后不管你的。
大臣说有什么办法呢？你有什么法子呢？啊，你不要问，我一定有法子。我管，帮你管一管你的太太。于是乎啊，这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要选这个大臣的太太到宫里去。这个母老虎啊，好像老虎一样的，他这个太太就到宫里去。皇帝就对他讲，说你呀，为什么你的丈夫回去晚一点，你去叫他跪这个在床前跪着，这样是不对的。况且他没有和其他的女人有这个不清楚的事情，就有你也不应该管他。你以后如果能改过的话，那么不管你的丈夫是没有事，我现在赦你无罪。你以后还要管你的丈夫啊，不给他自由啊，那我这儿有一碗毒药，这一碗毒药你要把它喝了的啊，我就叫你死。你如果欢喜不管你的丈夫，你就不要喝这碗毒药。你要还要管你的丈夫的话，那就要把他喝了，喝了完了你就一定死的。这个女人你说真是勇气十足的，勇气非常的勇敢，说那好了，我愿意就现在死在你的面前。于是乎拿起这一碗毒药喝了。原来这一碗呢并不是毒药，是什么呢？就是一碗醋，一碗 vinegar 醋。那么这皇帝呀，故意就说这个一碗醋就是毒药，那么看看他敢不敢喝这个毒药。那么这个女人呢，特别勇敢，拿起就喝了，不加思索就喝了。他就愿意死，任可死也不愿意不管丈夫。所以由此之后呢，中国就留下这一个公案呢，说是喝醋啊。这喝醋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太太要管丈夫管得特别厉害，她就是任可死她也不放弃她的丈夫，一定要管的。结果呢，这个幸亏是一碗醋啊，喝到肚里它不过酸溜溜的这个酸一阵而已啊，并没有生命的危险。那么有脾气的人，他自己呀，没有旁人呢，他自己对自己过不去，自己打自己啊。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这个脾气太大了，没有旁人好打，就打自己。那么为什么打自己呢？就因为他没有定力，他有定力就不会自己打自己了。所以呀，要修定啊。修定的人呢，有定力了，就不会有这个嗔心了。为什么你有嗔心有脾气那么大的火？就因为你没有定力。是定，我会，为什么你愚痴啊？就因为你没有智慧嘛，没有智慧，所以就是愚痴了。一天到晚就打妄想，一天到晚就把这个心呢，支配的不得休息，就因为没有智慧。什么事情认不清楚？有智慧的人，事来在迎，事去在静。什么事情来了，我就应付他，把这个事情做过去。事情去了，没有事情，就叫这个心呢休息，不要总支配他。心为形意，
不要这个心呢、啊、总做这个身体的奴隶啊，这个心总做这个身体的工人。为什么心为形役，这个心就做身的一个奴隶？就因为你没有智慧，不能支配这个身体啊，而被这个身体来支配。你要有真正的智慧，一切的事情来了迎刃而解，就好像呢拿一把快刀似的，你无论什么事情来了，这个快刀这个刃太锋利了，它就挡不住了，这就迎刃而解，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俺们小佛法的人对一切的事情要认清楚了。今天我听果章叫一切的叫他们小中文啊，说我不明白佛法的人呢就是最愚痴的，你要明白佛法的人呢就有智慧了。所以啊，这个真是格言，真是讲的是很有道理的话。俺们有智慧的人就不会愚痴，愚痴的人就没有智慧。我再告诉你一句真话，那个愚痴啊，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智慧。那这一讲可把我讲的糊涂了，愚痴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愚痴，那为什么还要学智慧又啊不要这个愚痴呢？我这个说呀、啊、说法你不要把它又笼统起来。我说的这个愚痴的本体就可以变成智慧，不是说离开这个愚痴而另外去找智慧。这个智慧本来就在你这个愚痴里边的，你没有能会用它，你要会用它就是智慧，不会用就是愚痴。在这个地方，这个定也就是嗔，嗔也就是定。你真要是想要有定了，就是在这个嗔就可以变成定力啊。你真要想持戒，就是在这个贪上也就会变成这个戒，不是向外去找去的。这些个都是在你自己自性里边，你会利用它就是戒定慧，你不会用它就是贪嗔痴，妙也就在这个地方啊！你不明白也就在这个地方啊！待得己利，这个待呀，积自己，当个道字讲，哪一个道呢？就是我们到什么地方已经到了，这个道。那么现在呀、啊，这个经文上说“待得己利”，就是啊，得到他自己那个利益的程度上了。怎么得到他自己的利益呢？前边已经告诉你，说诸漏已尽，无福烦恼。俺们人为什么不得到自己的利益？就因为虽得虽失，漏出去了。那么现在没有一切的漏了，又没有烦恼了，这时候啊才得到自己真正的利益。真正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
真正的明白，就是得到真正的智慧了。没有智慧的人，那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得到智慧，证阿罗汉果，这才叫啊，得到自己的利益。这个自利，也就是自己觉悟了，也就所谓那个自觉，自己觉悟了，这是自己利。你再能以自己所觉悟这个道理，去教化一切众生，这就叫利他，也叫觉他。所以自利利他，自脚脚他。那么现在这些大恶罗汉都自脚了，而没有能脚他呢，所以智得利自利而没有利他，这叫待得己利。近朱有解，心得自在。尽没有了，什么没有了？诸有的解。什么叫诸有解？诸有解就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三界就叫三有。这三界三有分开来说，有二是无有，三界二是无有。这二是无有，以前已经讲过。我不知道啊，各位还记得不记得？要有记得的人呢，可以现在讲给大家听一听。我呀，可以休息。一秒钟。那么没有人记得，我再来讲，大概讲一下。三界二十五有，就是四周四阿曲，四周就是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这叫四州。四阿曲这个地方是最坏，所以叫阿曲，很阿的地方。什么呢？就是阿修罗是一曲，地狱是一曲，恶鬼是一曲，畜生是一曲，地狱恶鬼畜生加上阿修罗，这叫四阿曲。这八个有。什么叫有呢？就是啊，它有业可造，就是有这种业，有这种罪业。六欲梵天，这个六欲天，欲界有六天呢，这六欲天，这梵天啊，这七八一十五，这十五个吧。四禅四空处，无想五不还，这个四禅天，就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有的不明白佛法的人，哇，说他到了四禅喽，到了四禅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为这就是不得了。其实啊，这在三界二十五有里边呢，根本就谈不到
有什么好处？对修道上啊，那远之又远。可是这些个糊涂师傅就告诉人呢，说这个是就是最高的一种境界了，好像那个无闻比丘，以四禅为四果，他到了四禅天呢，他以为他证了四果了，然后他又堕落了，他就谤毁佛，佛说证四果没有生死了，我现在怎么还要堕落呢？他这一毁谤佛，更堕到这个四恶渠里去，永远都出不来。这结果有一个无闻比丘。那么这个无闻比丘啊，不是他一个人堕地狱去，他有几万万那么多的徒弟都跟着他跑到地狱去了。所以我以前我讲好像讲过两三次了，是说孟董传孟董，一传两不懂，师父下地狱，徒弟向雷公啊，徒弟也跟着师父到地狱去了。师父问徒弟，你来到这儿干什么？这徒弟说，你来到这儿来了，我当然跟着你来嘛。师父一听，哦，我怎么被徒弟都领到地狱里来了？他自己也不晓得，怎么来的？你说啊，这真是，这些个徒弟真是最爱惜他的师父啊。他师父到地狱里，他就赶紧去，真可怜的。那么这四禅，这四空处，四空处呢，就是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非想处天，又有五不还天，这合起来嘛，啊，这是二十五三界二十五念，有一个吧。五不还天，他那一个天叫五不还天，不是五个天。六欲并梵天，这是七个。六欲天和大梵天，四禅四空处，这是八个了。再加上这个无想天和五不还天，这是十个，十五再加十个，二十五。那么这个禁诸有解呀，就是超出三界的，不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里边，所以呀，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个真正了脱生死，这叫尽诸有解，心得自在。这时候啊，这个大阿罗汉心里快乐无边，这自在就是快乐啊，再没有那么自在了，再没有那么快乐了。所以呀，就观自在菩萨，观自在呀，菩萨。怎么叫观自在？就是坐那儿，一天到晚都是快乐的，啊，非常自在，一点烦恼也没有了，无福烦恼，待得解离，尽诸有解，心得自在，心真正得到自由了，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非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呀，是内里边真正的快乐啊，不是啊故意矫揉造作，好像咔咔咔哈哈哈那么快乐，真这个乐在其中矣啊，不是在外边。
你不要以为啊，我一天咔咔咔哈哈哈，那就是快乐了，那简直就是烦恼哦，那就是颠倒哦，为什么说颠倒呢？你见到你所欢喜的事情，你就被这个欢喜的境界所转动了，你根本就没有定力，被这个欢喜的境界一转动就哈哈哈，这有什么真正的快乐？没有，所以这是颠倒。